天睡货柜屋哎，感觉怎么样？我们这货柜屋很厉害，因为我们有一组那个小型的太阳能发电的控制器，然后呢又配备了一组，又配备了另外一组。配备另外一组啊，电风扇在转，对不对？我们配备了另外一组太阳能发电的那个电池组，那总共八颗。然后白天我们就用几块太阳能板来给它做发电。所以这个20尺的货柜屋也可以，你可以这个过得很舒服。20尺货柜也可以过得很舒服。如果有20尺货柜哈，想要安装太阳能发电，真的要赶快联络我们。如果你有那个工地啊，工寮啊，然后可能需要人看守，可是现场没有电源的，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。那我们可以帮你安装，看你要一片的、两片的、三片的太阳能发电系统。整组六套、六片的、12片的，都可以搞定。20尺、40尺的货柜都可以。感觉怎么样？今天在这边看工寮，又可以滑手机，又有了电风扇可以吹，还可以吧？那你在这边应该可以住一个月啊。那个工钱又赚到了，所以我们工人又不会离开。有电风扇，有手机可以滑，又有灯，都很完美啊！所以赶快联络我们，如果你要安装太阳能发电的话，我们的联络电话就是0977